家好，我们是高雄的昆斯汽车，我是一线。今天我要介绍我身后这台本田2008年的 Civic， 它是1800，然后汽油版的。我们看它大灯的部分，它大灯是采用 HID 的，以及它有小灯的部分。然后我们来看到它铝圈的部分，铝圈它是采用16寸的铝圈。再来我们看到引擎室的部分，它是1800，然后自然进气。然后我们的车都有经过夜市的认证，它全车都是原版件，它胶都没有重新打磨过。贴纸也都还在。再来我们看到内装的部分，它这台是跑了178673公里。再来我们看到方向盘的部分，它这边有音量的大小声以及频道的更换，它这边有电折的部分，然后它也有后视镜的方向灯，以及它有迎宾灯。再来我们看到中控的部分，它这边有音响的主机，然后这边 CD 的部分，然后它下面有外部音源的接入的，以及空调的部分，然后它都还有一些收纳的小空间，以及自备架，它也有天窗的部分。再来我们介绍它后座的部分，它后座也是非常的宽敞舒适，然后它旁边也都有一些收纳的空间，有一些挂钩，以及它中间也有一个做一个扶手的部分。再来我们介绍它后车厢的空间，它后车厢的空间非常的大，下面也有备胎跟一些工具，然后它可以6/4分离，后座倾倒可以使它载更多的东西。它这台车的车况很好，它的漆面也都还很漂亮。那如果喜欢我们这台车的话，欢迎到我们高雄的昆斯汽车来赏车，谢谢。实在就是 SUM。